Today's words of wisdom, develop our latent power, will be presented in Formosan or Taiwanese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oxese or Vietnamese, Chinese,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Mongoli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Thai, Turkish, Urdu, and Spanish. More languages are available online. For your special language,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subtitles.福尔摩沙，台湾，在葡萄牙文的意思是美丽之岛，位于环太平洋海线，也就是地中海的西边角。因为第十六代运动不断进行，形成岛上雄伟的高山、山峦、平原、盆地、海岸线，甲一挂奇特的景观。差不多有一万八千四百多种野生生物栖息在岛内，其中两成以上是罕见或者是近乎绝种的生物。福尔摩沙虽然是一个小岛，上天却赐予一连串惊奇壮丽自然景观。北起高山顶，甲原住民部落，密密的山脉，美丽水墙。加精雕细刻的石庙，感动着因的信心，甲对内在天国知识，以及开悟的心的渴望。青海无上师主问福尔摩沙求道者的众多邀请，分享伊的智慧甲真知远见。2007年年初，青海无上师回应了世界会会员心的渴望，参加新年的庆祝活动。甲来自全世界大约100名的世界会会员以及贵宾，在福尔摩沙欢庆第二年的旧历新年。现在，邀请您聆听《青海无上师》，予人开悟的精彩开始。开发内在潜能。1989年4月20日，讲在福尔摩沙台中。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我说一个比如，那我们人呢，有两三种的行动，一种是我们做是有意的做，有用意做的啊，有一种我们不用意做的。用意做是什么东西？是我们情形的时候弄的。假如说我现在故意开这个东西，我要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水果，我都懂了，就是故意做的。不是，我就故意喝水，我是看你们眼睛，我就擦擦脸，都是故意做的，都知道了，就很明白了，自己了解自己做。有一些动机我们不了解，比方说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自己动来动去，有没有？是谁动的？也是自己动啊。不过我们不知道，或是我们坐着睡啊，就这样，有没有？啊，打呼，连自己打呼自己也不晓得，那个是做不用意做的行动。那些不用意做的行动啊，也是我们自己的行动。也是从我们自己的下意识发生出来的，不是有第二个人他在那里替我们换来换去啊，也不是有第二个人他在那里替我们打呼吧。同样啊，还有另外一种行动啊，是第三种，连那个外面的人也看不到。假如说我们打呼，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过外面人知道。有另外一种比较隐形的那个行动啊，别人看不到，
那个是在如来藏里面，我们说佛性。如果我们能挖这个出来用的话，就比那个第一和第二个行动更高等的。因为我们如果能接收，我们有一种无意的行动的话，我们应该能接受有跟着无意的行动，那个我们叫那个佛性的那个行动，这个是很合逻辑的事。连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懂啊，那有另外一种我们跟不懂的，那个是叫智慧佛心，或是天国的品质，或是道。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知道它，我们可以控制它，我可以拿它出来侍奉我们的圣法和我们要求的境界。有很多东西我们也不知道，那个第一个行动是否说是有意的行动，第二的行动就是无意的行动呢？那个无意的行动包括我们的心脏挑，我们的肝它自己弄，或是我们的水管自己轮流的。你们认为心脏啊心跳是自然跳的啊？我们可以控制心哦。我们认为这个心没办法让它停的，会很多修瑜伽的人啊，他们要停这个心啊，就停了。我们认为这个呼吸的控制啊，我们没办法控制，是不是？自然呼吸的 ，no， 我们也可以控制呢。有很多人的修行哦，他不要断呼吸就断了，那个谁替他断了？谁？他自己的，对呀、啊，那个心的停是谁替他停的？也是他自己的。这意思说什么呢？意思说我们有很多自动的行动啊，我们下意识做的，自然做的，我们根本也不知道。这个让我们有一点希望，希望什么呢？我们能找到更奥妙的无意识的力量。我们能控制这个性的话，我们也不应该控制它了。意思说有人能控制的，比如说这个心呢，它跳不跳也是属我们的啦，也是我们自己能控制的。我们不要认为是它自然造化弄这样子，这个心跳的控制的人也是我们自己，所以有的人才能够找到办法把他自己的心停出来，都是把他的呼吸断掉一回儿。这个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很多地方自己有的能力自己不知道的。高一等啊，我们有一种，我们可以说他睡觉的一种力量，比那个心跳啊呼吸啊器官循环还更维系。有些人能挖它出来用，这些人我们称他大圣人、大修行者、大开悟者，我是救世人，救世界的上耶稣基督、上释迦牟尼佛、上老子、上那个苏克拉底等等，那些过去的老师。过去的老师啊也是像我们一样嘛，也是有鼻子，嗯，有可能他的鼻塌鼻或是高鼻，这个也无关，是鼻鼻子，然后两个眼睛，有可能这样的眼睛，有可能大的眼睛，跟我们完全一样。他们怎么能开悟？因为他们能控制他那个所谓睡觉的无意那种力量，无意的那种行动。那我们现在人啊像古人一样，我们当然也会这些无意的力量啊，无意的行动啊，它有什么用处啊？它有很多用处，它让我们比较自在，比较不那么痛苦，又可以随时帮助这个世界痛苦的人。比方说我们有一种力量，就是我们可能千百亿化身的，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可以挖这个力量出来，然后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个千百亿化身那个能力啊，去千百亿万的地方帮助千百亿不同的各地的人，同时的
不应该用飞机，也不应该花任何的钱，不是任何的功夫。我们坐这里，我们一边讲经，一边化身这样出去救人，是不是很棒啊？我们有一些人能够停他的心，把那个很自然的行动变成能控制的行动，我们已经认为他很棒了。也不是每个人能这样做，不是每一位瑜伽能够这样做，我们认为他已经很棒了。那么能够千百亿化身啊，那随时要救地狱天堂的人啊，当然是很棒。这个消息啊，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们可以的，就我们要水会就可以了，并不是说不可以。我们本人呢、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主要我们用心挖他主来用，就我们会用到了。所以你们可见了成佛啊，没什么神秘嘛，叫我们要学习，像那个要学习停那个心，而是要学习控制停那个呼吸一回儿，大家能做得到，我们也可以做得到。有一些瑜伽，他们可以停呼吸好久，几个礼拜、几个月，啊，他们心把它停着，然后埋在地下这样子，好久也不怎么样。等时间到了，应该有一个人替他卧地，把他身体拿回来，好，按摩一下，照顾他。我打他，或是按摩在哪一个穴道，他就行了，他就赶快出来走路啊，吃喝玩乐像以前一模一样。听说耶稣基督他所谓的被亡圣了以后，他还再回来，我想因为他以前有去印度学那种装石的法门啊，夹石嘛，虽然是他的身体受伤被那个昏倒，不过还没有死的，然后他就时间到了，他就出来嘛，跑回去印度，印度在喀什米尔，又继续叫人到120岁才往生。我去喀什米尔，我去那边的时候，还有看到那个坟墓，所谓的他的坟墓，他们管得很严呐、不让随便人跑进去。不过我那个时候不晓得怎么那么诚心呢，耶稣让我进来，我就跑进去看看，看好了以后在那里打坐一会儿，才有人进去赶我出去的，我才知道我本来不应该在那里。在那个地方还有写他的名字呢， Yusufus， Kashmiri 的语言，耶稣嘛。然后在西藏也有写他的那个历史，他的名字在西藏叫什么？耶萨是什么？你们看那本书吗？啊，耶稣基督失踪之谜，有没有？有没有人看到？有哈，你们都有讲，他也经过西藏，他的名字在西藏又不同了，耶萨，而是耶稣，不过一听就知道是耶稣的意思嘛，是不是？啊，还有师父在喀什米尔又听到他的名字耶萨。我们听就知道是耶稣嘛，是不是？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在印度啊，他的名字是叫释迦牟尼布达，我们在这里叫释迦牟尼佛陀啊、不过如果我们没有知道梵语的话，那我们不懂，知道了念很接近嘛，有的变形更较高了。假如说观音菩萨，他的印度的名字啊，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他的名字是叫阿巴洛基塔斯巴拉，还不怎么长啊。啊，到越南呢变成怎么样？阿里亚巴洛杰提特佛拉朗达巴。这是越南的观音菩萨的名字。不过你问了多数的越南人，他念这个他不晓得他念观音的，这个是在大悲咒里面嘛，南无阿里耶婆罗揭谛萨婆那啷陀婆那个啊，那个就是南无阿巴洛基提斯瓦拉，
就是我们把那个一直一直一直念出来啊，就变成那么长。我们念梵文的话，你很快的连在一起。阿巴洛基达斯巴拉，然后就阿巴洛基达斯达扎巴萨卡扎巴拉巴巴。那个一个一直啊，假如说吉他斯瓦拉，那个他把那个斯那个也念出来，变成他那很清楚了，放逸了，真正的好清楚。观音菩萨他不晓得他们念什么人的名字啊，所以念着不灵啊。我以前也是很辛苦努力念的，那以后去印度啊，那个研究梵音的以后，原本的要在笑死自己啊，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念了念了到半年，观音菩萨也听不懂，真的可怜观音菩萨。我们跟他说他不灵，也是真的冤枉他，那他不懂我们的反复，讲什么那个那么长的那名字变那么长啊，又变形那么厉害。啊，那个耶稣基督有可能他有学那个停心停呼吸那个方法，所以他才被埋被死了三天啊，他就回来了。修这些法门啊，有的时候我们能控制，有的时候不能控制。如果不能控制的话，应该有一个人在旁边，他帮我们忙啊，按摩这边或是打钟打鼓在旁边，就我们会醒过来。这个是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方法，也不是最究竟的方法，就是师父贡献让大家参考，才能够了解我们自己那边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能力，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才认为这个心呢，它是自己跳，它是造化弄的，或是那个里面那自己的循环那个气机啊，在自然这样，不自然。我们的下意识控制它的，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下意识沟通的话，那当然我们会停我们的心，我们叫它停它就停。所以这个佛心呢，也是一种被埋没的力量，被忘记的一种品质。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再挖它出来用，像我们知道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这个下意识，让我们忘记那个行动，像心跳呼吸可以停止。连这个每天我们看得到啊，像呼吸啊心跳啊，我们也可以忘记呢，我们也认为是自然这样子，我们不认为自己弄的呢，何况这个所谓的佛心，何况这个所谓的天国，当然我们又看不到又更忘记了。所以有上帝啊，没有上帝啊，这个我们不用谈了。我们有那么好的宝藏，那么好的力量，我们没有拿出来用，是不是太可惜啊？我们求上帝，他也不会替我们拿这个出来，他不会，不然的话他会做好久了。只有一位在世佛啊，他会替我们弄，是他的工作。他也不会给我们什么，他就是知道那个按钮在哪一边啊，就知道他替我们按一按。就从那天他自己开始传了，在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那个睡觉的品质，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个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听说有的人修行一会儿以后，他自己会记得自己的过去，或是可以看到别人的过去，因为这不是算命了。师父不是讲那个算命的，算命我们可以用那个我们的生日哈，和我们的那个生的时间和我们生的年呐 然后都合起来，父母生在哪里等等，就可以算得出来。这个算有的时候也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那个小宇宙啊，跟大宇宙有关，那个星星月亮的那个传动啊，都跟我们内在有关系的，所以算也会准一点点。不过师父刚刚讲那个修行了以后能够看到我们自己过去未来，
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我们过去是什么东西的，我们挖出来那个睡觉的那个品质的。我们生生世世都有经过很多虫类的身体的，那些重重的不同的虫类的身体是我们自己造出来，我们自己食用了，所以我们自己都会记得很清楚，我们做什么都是故意做的。我说故意，你们会跟师父抱怨，你们说很多东西我们不故意啊，我们不是故意要当动物啊，我们不是故意要做坏人啊，故意的明知故犯，故意不过不故意。故意是在哪个地方故意呢？我们那个本人啊，他故意的，不过我们头脑不知道，所以说故意不过不故意。像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打呼，然后人家骂我们说没有不故意啊，这是故意的。你不故意是谁故意的啊？这是你自己那个下意识啊，他就是喜欢打呼这样，他打呼他感觉到很舒服，然后他变成习惯了，继续这样打，因为他自己没感觉到干扰自己啊。他自己睡的时候都不干扰自己啊，所以他继续打，这样感觉到呼吸很舒服，所以打下去。不是我们这个心跳，我们说我们不故意啊，我这心就自然跳，我不故意，故意的，所以才能够找办法控制它出来。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做什么犯什么错，即使我们说我们不故意的话，我们也会受到因果，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器官呢、啊，一个器官它故意弄。这个也不是师父说而已呢，我们如果学那个心理学哈，很多科学家或是那个心理家，他会证明啊，我们的习惯或是我们做什么弄错，是下意识里面有故意的。他们这样说呢，比方说那天我跟一个人约好，然后我自己不晓得怎么样，就很晚来了。很晚来，我的车子忽然会发不动，而我出去自然会刚刚一个 bus 刚刚走过去的公车的都不等我，然后那些心理家会跟我们说这个情况是我们故意弄出来的。他们解释是这样子的，我们心里面呢，下意识里面不喜欢那个跟我们约好那个人，所以我们自己会有一种反应在里面，这个里面的反应会自然造成那种东西。这是心理家他们解释的，你们有没有听说这种理论？有吗？啊，对了，那就比较有学问了。他们那个心理家或是科学家的那个发现很多东西啦，像修行很类似啊，就是他们发现比较小一部分而已，比较粗糙一部分，那种很维系的很奥妙的他们还没发现得到。为什么？因为头脑有限，我们电脑也有限，没有办法那个挖出来那些比较很维系无形的看不到的又不能证明得到的。所以我们学修观音法门呢、啊，就没什么所谓的迷信的，而师父任何东西都用科学的方面解释给你们听，所以你们才喜欢，是不是？我们不论相信什么方面，而是学什么法门呢、啊，要有客观的心，要有科学的精神，我们不能迷信呢，什么都拜拜，什么都听。有一些人呢、啊，他们修行很好了以后，即使他们沉在那个水里面也不愿死，这个也不怎么好。对不起，有一些人呢、啊，可以走在滑上面，滑得很热，那个滩呢、啊，红红的滩呢、啊，像排在那个路边这样，他们走过去没有受伤，没有被烧掉，不用念观音菩萨也会。就是他们自己有控制自己，不让这个东西发生。
或是有一些也不用讲修行什么，你们有没有看马戏童啊？有一些他们有没有走过那个很细的那个绳子，有没有？或是他们在那里挤脚踏车，有没有？这是他们怎么弄的？训练有执重的精神，不是用什么神通的，他们马戏童就不会神通了。他们训练了，又集中精神，很严肃的，连动物也会呀、啊，都是训练的。我听说马，它不知道那个地上，它不能跳，有没有？它不懂这个跳过去了，它能走长路而已啊，来回它会，它不能这样，它不懂。不过我们训练它以后，它也会。所以在那个什么？赛马，马比赛的时候，他们就放很多东西让那个马那个跳过来。如果我们不懂啊，不懂马本来不能跳的话，我们认为没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小小东西让马跳一跳，然后大家鼓掌。原来因为马不能跳，所以能训练它变成跳一跳这样就了不起了。不过我想这个世界真的无聊，所以大家。想很多办法娱乐自己，那马跳一跳这样，哦，大家都花很多钱呢、啊，比赛比赛。如果我们那么无聊的话，那为什么不修观音法门呢？因为修观音法门以后，我们会知道很多更了不起的东西。就不会那么无聊了，在那里看那个马跳过去，然后拍手，好像让另外一个马跳过，哦，他浪费整天看那个马。不过那个看的人呢，是浪费一天而已。那是训练的人，哇，也要好久好久，然后用很多那个好的东西啊，宝贝的东西给马吃，是不是这样？花好多钱，好多功夫，然后怎么样？盖很大的那个 auditorium 赛马的那个地方有没有？是最好的地方了，最好的草的，啊，最贵的地给马跳，世界颠倒。我们要盖一个寺庙是很难的，如果没有深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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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切能盖的地，就盖不成了。不过你们知道台湾地很贵，又很小。哦，盖寺庙很难，不过盖一个给马跳来跳去是不怎么难，因为大家比较无聊嘛，没有什么世界，有的时候没有什么。不过如果每一个人呢，神时间呢，神那种宝贝的时间，神钱呢，修观音法门的话，有很多很多奥妙的、更了不起的、更好玩的东西，我们在家自己可以看的。OK， 那个时候不用花那么多钱、那么多功夫啊、那么多时间。还没有修观音法门的人，当然会半信半疑的，就不那么简单相信师父。怎么会有一个法门那么好？又没有花时间，又没有花钱，又没有应该去喜马拉雅山，又不应该闭关，又不应该离开丈夫太太，又不应该放下自己的工作，又不应该供养任何东西的。当然这个是太难相信的，是不是啊？不过因为太难相信，你们应该相信了。因为他不要钱嘛，他不要任何东西，那他骗我们干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啊？任何人要骗我们都有目的的。假如说他要我们的钱，或是他要我们的功，或是他要我们拥护他，或是他要他的断体越来越大，是不是这样？师父不要嘛。钱师父也不要了，师父又那么严格，这一定不是为了要很多人来。如果师父要很多人来的话，师父规矩不那么严格，又不是每个人能进去。因为我们那里不是拜拜的地方，而是静坐的地方，不是动坐的地方的。静坐就是坐静静嘛，
那我们不切割啊，不回客，不聊天呐、啊，所以比较严格。如果师父真正的要很多人来，为了要出名，要很多人的话，那师父不会那个规矩那么严格。师父要鼓励你们修行，刚修行的人应该有一种所谓的围墙，有没有？保护我们的身口意干净，没有一种规律，一点点严肃，我们就太懈怠了。我们太随便了，来那里拜一拜，皈依送个红包，这样就好了，我就是他的徒弟了，哪里那么简单？我们真正的要挖出来这个睡觉的力量用，要变成千百亿化身，要变成无所不在，无事不能做的话，我们不是送一个红包皈依，有一个名字就好呢，是不是啊？所以当然我们修行的法门呢跟别人不一样，不过为什么虽然那么不一样大家那么喜欢呢？因为有结果，马上有结果，越来越有结果。我们如果一个水果树它有很多那个水果，我们就知道那个水果树很好嘛，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拿一个出来吃，它那很甜，那我们知道那个水果是不是很好？那不用人广告，我们一次买，要吃越来越多，买越来越多。所以为什么我们徒弟我们同修越来越多，这可是证明我们的法门有结果。因为真理是真理嘛，像水果一样，它甜那就是甜了。你在那里说那个水果不甜，那就是不甜啊，你怎么不相信它好酸啊？你一直继续试下去，你根本没有听到他讲什么，因为他太好了。又别人看到你吃那么厉害，又再来也是去看，然后第三个人又来，因为看我们吃他就知道好吃了，是不是这样？如果不好吃，没有人围那么多要买了。所以真理是真理，能证明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能证明的方法，没有人能摇动什么。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亲爱的观众，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智慧之节目。拜二，请继续收看《开发内在潜能》第三集。这是青海无上师在福尔摩沙台中所做的讲经开始，所录来焦点新闻了后，要播出艺术甲灵性，请继续锁定无上师电视台。愿上帝永恒的爱，和恁的生活充满奇迹甲欢乐。Thank you, considerate viewers, for your company for today's episode of Words of Wisdom.Join us again Tuesday for part 3 of Develop Our Latent Power, a lecture given by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 in Taichung, Formosa. A journey through ascetic realms is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Through God's eternal love, may your life be graced with wonder and joy.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